老天爷，我拜托你给我一个主动手，我拜托你快给我嘛！加入排球队吧。不好意思，我要去英国读书，所以找别人吧。读书？不是，欺负我女儿就是不对。我这个做爸非要替我女儿讨回个公道不可。白杰瑞。要你做一件事情来想要记录每一分。什么事啊？来弟妹队打排球好不好？妹妹王子，我们这么久没见面，一见面就让我们拉断你的手，这样不好吧？我昨天练排球练到腿都快断了，我连走路都很困难。如果你们再不动手，以后也不用跟在我身边，进我妈的公司这一辈子也不用想了。